想锻炼上糖豆。糖豆迷失头来，迷失加力跳，欢迎大家来到水蜜桃广场火课堂。一路向北由三组动作组成，第一组动作和第二组动作、主体动作、第三组动作以及中部的间奏部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正面背面详细背景。好，第一组主体动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二组主体动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二组、第三组间奏部分啊，间奏部分两个八拍，四方调，在这里的话，我们演示一下正面和背面就行了啊。我们先看一下正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背面。好，背面第一组主体动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二组主体动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三组也进入了间奏部分啊，两个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间奏部分啊，两个八拍四方跳，在这里我们就演示一下背面和正面进行的啊。好，练习会了吗？赶紧跟他们一起跳起来吧。